大家好，出场欢迎收听播足球快讯。曼联中场美神曼彻更新咗佢嘅社交媒体，佢对于自己遭遇伤病感到沮丧。曼联官方消息，球队新援美神曼彻喺对热刺嘅比赛之中受伤，呢位中场球员将会缺阵，直至到国际比赛日结束。而在英超前两轮对阵狼队以及热刺的比赛之中，美神曼彻都是正选出战。在他的个人社交媒体，美神曼彻就这样写了，在这个时刻受伤他非常沮丧，他会继续支持自己的队友，亦都想尽快回到球场里面，他很感谢大家的支持。喜欢这条片的话，就记得给 like 和要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， 再 share 给你的朋友仔看。咁我哋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